台北市南圣宫甲中华关圣帝君公益弘扬总会共同举办赤兔体美环岛之路，号召超过百位民众参加，其中共有几十位行动者对抗癌症的勇士，而且平均的年龄超过60岁，大家将会伫未来十二天挑战环台，沿路会到36间关圣帝君庙参拜，为台湾祈福。关圣帝君莅临。婚姻馆长赵连胜、副议长蔡英德、到了市长林兴秋、丁中官贵宾，伫咧今日一透早就来到到了市南圣宫，为将要出发的民众来加油。为了要来宣传关圣帝君的忠义精神，到南圣宫和中华关圣帝君公益弘扬总会共同合作，举办着赤兔体美环岛旅行，大家将伫12天的时间来环台。挑战1080公里的路程，沿路也将来参拜36间的关圣帝君庙宇。那期待哈，我们关圣帝君忠义的精神，能够透过我们所有关圣帝君的正义使者哈啊，能够啊，整个提着这个赤兔铁马哈啊，环岛一周了哈，把关圣帝君呐 啊的这个神威啊，也能够啊庇佑所有庐下众弟子哈，那甚至也可以啊宣扬关圣帝君忠孝节义的精神，让我们台湾越来越平安。第一摆也总共有超过百位民众共同来参加这骑脚踏车宽带祈福活动，当中有数十位心脏者以及抗癌斗士，上端年龄长辈为86岁，每一位参与者平均年龄也拢有达到60岁，实在是非常不简单。所有的成员来自于全国各地，啊，今年。更特别的有，15位的身障朋友，以及一些那个癌症的朋友都参与其中。那我们要展现的就是一个正气的能量。所有的骑铁马人几岁？你看，上大86岁，有残障人士，你看因的精神，啊，为什么会走出来？因的，你看因的精神有法度安呢？如果有残疾的人，你看伊有法度安尼面对这样，无简单。这摆赤兔体美环岛旅行是象征着勇气和坚持。参加我们爱克服年龄、身体和疾病的挑战，更是以关圣帝君的忠义精神，将祝福和希望来发扬至全台湾。记者江怡陈报道。